看到2月4号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周年。记者从国家冬季运动服装装备研发中心了解到，目前冬奥会各项目运动员比赛服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。竞速类项目比赛服主打快，花样滑冰等竞技类比赛项目主要是展示中国美，还要兼顾冬季项目比赛服特有的护与暖的需求。